阿毗达摩概要精解。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译编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中译者：寻法比丘 Bhikkhu Bodhisattva。第二章：经所知概要。K the case then God have I paga。结一序文。Exopada or a c a e k a l a f a s u k a c t o y u t a f i p a b s a d a c k a m a d 与心同生亦同灭，所愿一处皆相同。相应法五十二，其等称为心所法。结义之著说明：心法 Sitoyudadhamma 阿毗达摩概要的第二章专讲解第二种究竟法，即心所 Ketasika， 所是与心同时发生的明法，通过执行个别专有的作用，协助心全面的实之目标。心所不能不与心同升起，不能离心所而单独升起。虽这两者在作用上互相依，但心被视为是最主要的，因为诸所必须依靠心才能协助心之目标，所以心是主要本。心与心所之间的关就有如国王与大臣，虽说皇上来了，国王会单独来的，而时常都有随从陪伴。同样的，每当心升起时，他绝不会独升起，而有心所陪伴。在《心所知概要》里，牟陀尊者先把诸列入各自的种类，结二至九，后他会再从两方面分析诸心所，其为你分配分类啊。这方法以心所为出发点，探索每一个心所能与那些心相应，结十之。第二种方法名为Sanghanaya。此法以心为出发点，在探索每一个心能与那些心所搭配，结十八念九。与心同生亦同灭，第一首即以一切心之相搭。他们一与心同生 ，a kapada； 二与心同灭 ，a kamiraha； 三选取同一目标 ，akalambana。四与心拥有一一处 ，akavasuka。这四相阐明了心与心所之间的关系。或指同生，该定义即会错误的与心同时升起的心生和业生。深色法心所，然而这些色法并不是全部都与痛生的心同灭，多数维持十七个心时刹后才。所以为了把它无外，故举出同灭之相。再者，两种色法深和与表。与心同灭，然而这两种色法并愿取任何目标，这点区别了色法与明法。心一切明法都愿取一个目标，而且具身的心与心所必定愿取同一目标，但色法则完全不能愿何目标。这即是为何提及第三相。原取同一目标，
罪，在有色蕴的欲界和色界里，心与心拥有同一个一处色，即五根之过心处。这是心所的第四相。五十二心所，是通一切心所。Abhimanasikasika， 结二即变一切心心所。Sabbasatiparana， Kathan， 一 Faso， 二 Vedana， 三 Sabba， 四 Sitana， 五 Ekata， 六 Jivitindriyam， 七 Masika。ROCA Titanium Set, IMEK to see Sabbatus and Harona Nama。 如何？一触，二受，三四思，五一净性，六明法令根，以及七作意。这七心所名为变界心所。结二之注读说明。五十二所，阿毗达摩论所分析的五十心所可分为四大类，见表二年一月。七变一切心心所，二达心所，三十不善心所，四念五美心所。表二年一月，五十二心所，十三界心所，七变一切心，一处二十五美心所，十九通一切美心，二十八性受，二十九念，三想，三十残，四思，三十一愧，五净性，三十二无贪，六病根，三十三无田，七作意，三十四中舍性，六杂八寻，三十五身清安，九四三十六心清安，十圣解之七一身清快性，十一精进，三十八心清快性，十二三十身柔软性，十三欲死心柔软性，十四不善心所，四一切不善心，十四痴，四十一真是业性，十五无慈，四心是业性，十六无愧，四十三失恋达性，十调举，四十四心恋达性，贪淫，十八贪，四十五身正直性，十九邪见，四十六心正直性，二十慢三离，四十七正语，四二十一田，四十八正业，二吉，四十九正命，二三千二无量，五十悲悯，二十四恶堕，五十悲喜，二有行，二十五昏沉亦无痴，五十二慧根，十六睡眠意之因，二十七通一切心所。 Abhisamanasikasika 祖心所，七变一切心心所和六杂心所，总称为通一切，直译其名为他共有。对于美心说，
不美心时，其他阿爸对于不美心来说，则美心其首两组的实所是美心与不美心两者共有 some， 而他们的品德则是其他与之共存于心的而定，尤其是与之相应的根或因 hitu。在善心里他们即是善，在不善心里他们即是不善，而不计心里他们也即是无计。基于这一他们称为与其他共有，在品德慧根便一切心 Sabbasatus Haron 一切心心所事，一切心 Sabbasata Satharana， 这些心所行时程中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缺少了他们心就根本不可能实之目标。一 Falsa 巴利文 Falsa 处源自词 Fli， 意味去碰，但应把理解为只是色法在撞击身。事实上它是一个心所，通过它心得以接触目标而启动了个心过程。对巴利著书所采用的四种鉴别法，触特像是接触，作用是撞击，即是目标与时撞击现起时，一处与目集合起，静音是出现于诸门之境。受 Vedana， 受是感受及体验目标的心。巴利文 Vedana 并不是指感情，感情涉及许多不同心所的复杂现象，而是某种体验的感受，此感受可以是苦或者受的特像是被感受用是体验或享用可喜缘的可喜度，即是令相应明法愉悦，静音是清安，其他只是间接的体验目标所，但则只直接与完全的体验它。三 Sabba 想的特像是体会目标的顶值，作用是对它做个印记，以便再次体会相同的目标时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或者其是认出以前已体会过的目标，现起是通过以前已领会过的表征非目标 Apai Nifsa 静音时出消，它的程序可比喻为将通过自己在各种木材上所做的记号而认它们类。四思 Sitana 巴利文 Sitana 与心是源自一词根，它是实现实之过程的目的之心所，由此它称为思。诸著书对思的之个相应法以目标采取行动，其特像是意愿的状况，作用是累积业，即是指导互相的静音是相应法。他就如一大弟子安指自己背诵功课，也确保其他弟子都有功课，所以当思开始目标时，他也指挥其他相应法执行各自的任务。此是造业的最主要素，因为采取的行动之善恶及决定。一静性 Ekajita， 这是心与标结
一境。虽然他在禅那里为禅知识变得住，诸阿毗达摩论师认为的一切心理只是基本的心，他也有令专一能力执行把心专注于目标的作用。其相是不散乱，作用是统一相应法现平静，静因是乐。六米法命根 Jivata 命根种，其一维持相应明法之命的明命根，另是维持色法之命的命根色。只有明命是心，其特相是维持应明法，总是令他们发生于生住灭，现起是为他们在静因是应受维持的明法。七作意 Manasika， 此巴利文的意义亦是心的造作。作意是令心主标的心所通过他目标得以呈现于心，特像是指引 Sona 相应目标，作用是把相应法与目标连接起来，现起是面对目标，静因是目标。作意舵控制船的方向以朝向目的，或有如马车夫指挥已服的马，相应法朝向他的目标。应分作意两者，前者把相应法转消，后者则把他们投入目标。作意是一切可缺的之因素，寻则是非不可缺少的特有心所。节三六杂所 Akinaka Kedika 一 Itako 二 Vikaro 三 Atimeho 四 Fireyam 五 BD 六 OC A Titanium Chimek Tisika Pakinaka Nama Ivam Este Arasaka Tisika Abasama Titanium Vedita 一寻二三摄解字精进五己六欲，这六种名为杂心所。如是当知这十三心所为通一解。节三之注读说明杂Packing 这个心所与变一切心所一样，品德上是可变更的，及其品德决定于与之相应的其他心，他们与变一切心所的差异是他们只出于某些种类的心，不是一切心。一寻Vitaka 在讨论禅那时已介绍过虚无禅之的第一个寻把心投向目标，其特像是把心投向或导向目标，所用是全面的撞击目标，现起是心导向目标。虽然注释里没有提及它的静音，但可知标即是它的静音。一般的寻只是把心投向目标，而通过培育定则能变成禅知。其实它名为安止 Apana， 即把心安止于目。寻亦称为思维 Sankappa， 对邪思维 Maitra Sankappa 与正思维 Dhammakappa两种，后者是八圣道的第二道分。
二四 ，Bikar 四也是禅支之一，即各项是重负的醒察目标，做重负的把相应明法置于目标，现起是把它们注目标，静音是目标。三圣解 Atimokkha 直译利文 Atimokkha 则是把心放开，让它进入目标，由此为圣解或决意。其特性是确定目标，作用是不犹豫，现起是确定或决定，应需要抉择之事。基于他对目标不可动摇心，他被形容为石柱。四精进 Firaya 其将士愤或激起力量，作用是支持或稳固相应明法，喜事不放弃，静音是悚惧感。Samga 或精进士何能够激起精进之事，有如在一间老旧的屋子加上几只袖子，以防止它倒塌，有如作为后援的生力军国王的军败敌方，精进亦能支持所有的相应法，给他们。五喜 PD 在解释禅那时已有提过，像是令欢喜 Sampayana 作用是令身与心清新，或遍布圣心失色至身，现起是身心静至明的意案包或目标一处加处。六欲 Chanda 在此欲是指欲行动 Kai 即执行某件事或要获取某些成就，应分别于 Chanda 与属于不善的贪 Lopha或贪欲，后两者定是不善，但前者则不定，当他所配合时，即能作为追求良善目的善欲。其特向行动作用是寻找目标，即是需要目标，静音时所希求目标。它可比喻之手有伸向目标。节四十四不善心所 Akasika 一 Moho 二 Ahirikam 三 Anatapan 四 Adaksam 五 Lop 六 The 七 Mano 八 Doso 九 Isa 十 Makariam 十一 Kukam 二 Lanam 十三 Min 十四 Physikika ca titanianus imek to seek accusanama 一吃二无残三无愧四五贪六邪见七慢八甜及十谦十一恶作十二恒十三睡眠以及十四疑，这十四种名为不善心所。节四支注说明：一支 moha 痴是无名 avihya 的同义，其特像是心盲目或无智 abhana 不透彻之见进法的真实性。作用是复不能彻知目标的真实现起是没有正见或善，静音是不如理作意 Iona so sick 即作意目标未尝乐我静等。
知这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源。二三无惭 ，Ahirika 与无愧 ，Anatta 无惭，特相是不厌恶与恶行，或无止于恶行，无愧的特相不害恶行。他们各自的作用是无耻的为恶欲的为恶现起是不退避造恶的境是不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四要举 Ardhika 调举散乱的相是不平静如被风吹起的水作用是令心不稳定。如风吹动其帆，溅起时乱，是对散乱之心起不如理作意。五贪 ，lobha， 贪是一个善因，包括借自私的欲念、渴求、执着与执取。特相是执着目标，作用是粘着木头、粘着热锅。现起是不能舍弃，竟是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有乐味。六邪见 ，Ether， 此见是指错见，特相是不智，错误的分析是错，是错误的认为刑法是常乐我，现起是错误的理解或相信。静音现圣者 Ariya 等等。慢 Mona 慢的特相是骄傲作用是称自赞现已是虚荣即是与见不相应的贪。他还发了疯。八 Dosa 是第二个不善因包括一切一个程度反感恶念生气烦躁恼怒怨恨其特相是凶恶残作用招自己的衣处及他所依靠而生起的名色法现起是毁坏身心或自己与他人的福祉因是九种言怒是A gate to face 九嫉妒 is a 奇特是极限他人的成就作用是不喜他人的成就现起是厌恶不能忍受看到他人的成就是他的成就十 My Korea其特相是隐匿自己当得的利益作用是不能忍受与他分享自己的利益现起是躲避与他人分己所得和吝啬竟因是自己的救十一恶作 Kukuksa 恶作追悔以则之恶或当行而未行之善即像是事后追悔作用是追悔已造的恶以及实行的善是一起几时感到后悔竟因已造的恶即未的善十二恩诚 Thana 恩诚是心的软弱或重其特相是缺乏精作用是去除精进现是心的消沉静音是不如理亦无聊或怠惰十三睡眠 Medha 睡眠是心所状态其特相是不是作用是闭塞石门现己是昏昏欲睡静音与昏一样昏沉与睡眠必定同时发生
且与精进。如心的病，睡眠则有如心所的病。这一对是五盖之一，由循心所对。十四仪 Physica 在此仪是指宗教上的仪，在的角度来是不能相信佛法僧三学，以及对过去世、对来世、对过去世与未来世、对缘起因，其特相是怀疑，作用是启动现起是犹豫不决，即有多种立场，竟应如理作意。念五昧心所 Sopanasatasi 结十九遍一切昧心心所 Panasatarana 一 Sada 二 Sadan 四 Autopan 五 Alopo 六 Adoso 七 Tatramachatata 八 Iasad 九City Pasatai 十 Kyalhuta 十一 Satalahuta 十二 Iamuta 十三 Samuduta 十四 Kyakamabata 十五 Satakamabata 十六 Beta 十七 City Pagabata 十八 Kyajajuta 十九City J. Jakarta Titan. Amikunavisat. I am EK to see Kasone Santorona Nam. 一、二、念、三、惭、四、愧、五、贪、六、七、中舍性、八、身安、九、心清安、十、身轻快喜。十心快性，十二身柔软性，十三心软性，十四身事业性，十五心事性，十六身练达性，十七达性，十八身正直性，以及十九心正直性。十九种名为遍一切昧心心。结五支注读说明，遍心所 Sopanasatarana 诸昧心所可再分为四组。第一组是十九个一切心心所，是一定出现于一切昧心的心所。随后的三组昧心所则是可变动的附随心所，并不一定要出现于一切。一性 Sada 第一个昧心所是性，即对相信之事 Sada Avasu 有信心，作用是澄清，有如清水宝石能使到混浊变得清澈，或启发如出发月渡洪流，现之不迷茫，即去除心之不净，或决意而不犹豫。净因是当性之事，或听闻正法等须陀洹的素质。二念 Sati 八 Sati 的词根意味然而作为心所，它是心于能够清楚觉知其目标，而不是纯粹只是回忆句，其特像是对目标念念分明而不失，做事不迷惑或不忘失，现起是守护或心对目的状态，静音是强而有力的想 Thera 或四念处。第七章结念四三惭与愧 Autopa 谈的像是
是对恶行感到厌恶，愧的特效是对恶行感到害怕，两者的作用都是不造恶见起退避诸恶。恶字的静音是尊重自己与尊重人。佛陀称此二法为世间的守护者，因他们只是陷入广泛的道德。无贪 Alopa 其特相是心不贪求目标所愿，或心不执着目标，如不入何业，作用是不执着，现起是无静因，是目标或依处加目标加处，或如理所意明白。贪并不只是指没有贪念，而是也包括正面的品德，如不脱与舍离。六无田 Adosa 其特相是不粗野或对抗，作用是去除怨恨或去除怒，见是可喜可爱，静音是目标或依处加目标加住或作意。无田也包括慈爱、温和、爱、友善等良德。无田显现为慈爱或慈悲，时即特性有友情的幸福，作用是愿们幸福。现起是去除甜恨，静因是事有情未可许，分辨此慈爱和他的境敌及自私的爱。七舍套车 Machatata 直译词的巴利文即是位于中间，这是舍心的同义词，不是舍受，而是心平衡、无平等态度。其特相是平衡心与心所，作用是防止多或不足或去除偏袒，现起是中舍的心与心所，如马出中舍的旁是平稳前进之马。定义是相应民法或依处加目标加处，如理作义。对保持中舍的舍无量心是中舍性心，他不分别偏袒的对待一切友情，平等的看等，不应混淆此舍与其境敌，由于无明而生起的世俗舍，不懂得分别。接下来的十二个遍一切美心所事，六对每一有一个关于名声 K 另一个则关于心 Sita， 在此名声是指诸经所而基于他们整组才称声。八九清 I Sita 与心清 Sita Pasita，这两种清字的特相是平静心所与心的不安，而作用是不除心所与心的不安，现起是心所与心的安宁冷静，因是心所与心他们对治导致烦躁调举所。十十一声音快性 K 呀罗与心 Sita 罗与他，这两种清净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与心的沉重 Garava， 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重，现起是心所与不沉重，静音是心所与心他们至沉的昏与睡眠。十二、十三，身柔软 ，mudita， 心柔软性 ，sita mudita， 这两
种柔软各自的特相是去除心所与心的净性，好，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见其是心所与心对目标无对抗，静因是心所与心，它对治导致僵硬邪见或我慢，十五身是业性，哎呀，看它，与心是业性，塞它，看嘛，哎它，这两种是业各自的特相，去除心所与心的不是业性，好嘛，把它发作用破除心所与心的不是业性，现心所与心成功取某所愿为妖，静因是心所与心。他们对治导致心所与心于作其于诸盖。16、11身练达性 k y a p e t a 与心达性 s e t a p e g b e t a 两种练达性各自的像是心所与心健全作用，破除心所与心之疾病，现己心所与心无残缺，静因是心所与心。他们对导致心所与心不健全的无10、19身正直性 KJJKTA 直性 CTJJKTA， 这两种正直各自的特相是心所与心的正直性，作用是破心所的欺骗性，现起是心所与心不狡诈，静因是心所与心。他们对治导致心所心不正直虚伪欺等等。叠六三离心所 30KC Samaka 二 Sam may come to Sam a jivo ca titanium tilfer nama 一正语二正业三正名，这三种名离叠六支柱独名离，这三种属于美心所刻意远离语言行动日夜上的恶行，对于世间心只当有机会造恶而刻意克制自己不犯时，心所才会升起，在没有机会造的情之下不造恶，那并不是远离，而是能进行 Sila诸论师把分别为三种：一自然离，二离，三正断离。一自然离 （sampatavati） 与醒己的社会地位、年纪、教育程度等，而在有机会造恶时不造恶，例如在考被捉。到时于自己的名誉有损偷盗。二持戒离 Sadhanarati 是由于了戒而不造恶，例如持五戒不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用麻醉品。三是断离 Samakitavirati 与诸间道心相应的离，它完全根除了造恶的倾向。中提到的三离心所是正语、正业、正命。一正语 Samabaka 正语是刻意恶语、妄恶口、两舌、起语、废话。
二页 ，ma commentat 正业是离身恶行、杀生、偷盗、邪淫。三正命吗？举发正命是刻意远离，如卖毒品、麻醉品、武器、奴隶以及工徒的动物。此离各字的特效是不犯与行、生恶行、邪作用是远离恶行、生恶行、邪命见起是不造与恶行、生恶行、邪命性惭愧、知足等等。他们是心对恶行的厌恶。节七二五阿昆阿巴一 Karuna 二 Mudita Pekama Bayonama Titania 一悲二随喜这两种为无量。节七之注读说明：无量有随诸有情的态度称为无量，他们能以一切有情作为对象，所以有无量的潜能。此四无量心是慈、metta、悲、karuna、喜、mudita、舍开，他们又名为四梵住。虽然四无量心是对待友情的理想态度，有悲随喜两者被列入无量心所中，这是因为此是无田心所的一种呈现式，而舍中舍性心所的一种呈现方式。无田并不一定会呈现为慈，而是也能以其他方式，但当慈升起于心中时，它一定是无田心所。平等对待众生的舍与净心所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悲 Karu 其特性像是欲拔除他人的痛苦，作用是不忍见他人之苦，现起是不残忍，静因是以无理作意，见受苦难有情没有依归。当能去除残忍时，此即已成功，若导致悲伤则已失败。二随喜 mudita吉特是随喜他的成就，是不妒及他人的成就，现是去除厌恶他人的成就，静因是见到他的成就。当能去除厌恶时，此即已成功，若导致同欢同乐则已失败。八一无痴 amoha。Sabat pi pa bin gana sot hun pa pa visit, I am ek de si ko pun na tai ni on fe di taba. 此慧慧根当知这念五种为美心所。结八之注读说明：慧 pa bin gaya 巴利文方式会或如实之见法，在此称他为根，是因为对于如实之见诸法，他占了主要的地位。阿毗摩论理会帕巴智班那无痴阿摩哈三者是同义词，特向透彻的如实之见就法的自信相作用是如照亮目标的一般，现起是不迷惑，静因是如理作意，意案清净本十四章段七
由于佛陀说有者能如实知见诸法会的静音是定殊胜译注音六二会音是不迷惑有如一位很好的森林向导结总结 Adivata ca Tara abisamama ca kadas akhalatatha sopapkavVasatitanyam Vipavasapavar 如是通一切时安不善执四美心所念五故说十二所相应理 Ketisampeganea 结续语文 Disertifiltanum yothei agum itrn Adis ex gom sempa yogo bakati Sata sabatha yajajanti yothei impakina Kadas accusals vasopanas evasopana以是大之法随当解说各个心所法与何心相应七遍一切心达疑则相应是为不善美智与美心通一切心所 Abhamanasitasika分析 Catherine I Sabasatisantaranatavasa I Akatisika Sabasupai Ikunanavuti Sitapadisulaphand Inokai Supana 二 Vitakotavapap Vibana Fajita Kamevakasitasusi Ifalikadasashupatamuchanasitasusi Aniyam Apavasasitasu Apahyati 三 Fikaropanasusi Ifalikadasashudutiyuchanasitasusi Aitaniyam Chasasitasujati Timekopap Kvibana Fisikikahagata Ajita Sitasu Firiyam Farivahyana Fipap Kayana Satichana Santirana Vajita Sitasu 六PT Somanas, Apekhasota, Kaivipana, Kaivachana, Vajita, Sitasu. 七 Jando Ahaka, Mamuha, Vajita, Sitasu Apati. 如何首先七遍一切心经所出现于所十九种心在杂心所当中二升起五十五种心即除了双五十外的所有欲界心五十四年十月等于四十四及十一种出禅心四十四加十一等于五十五三四升起于六种心即上述五十五种和十一种二禅心五十五加十一等于六十六甚升起于除了双五十和一相应心之外的一切心
89年11月等于78。五精进升起于除了五门将星、双午时寿星和推度星之外的一切星。89年16等于73。起升起于除了忧惧星、舍惧星、生时和第四禅星之外的一切星。121年2月至15年2月11日等于51。七升起于除了无阴星和两个赤根星之外的一切星。89年2月零等于69。及一之注读说明：双午时是最基本的星，只拥有七个星星所，而没有作用较为复杂的其他星所。由于这种星的简单性质，所以包括在内。旬也不包括在所有高过初禅的大星与初先星，因为它已在禅修时被弃除。对于11种初禅星，见第央杰萨二及其注说明。四，在第二禅里有四，但不存在于高层禅那。甚解，它不包括在一相应性，因受到困扰时，心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精进它不包括在五门转向心、二领受和三推度心之内，因为这些心还是相当弱与被动。见章节八至十。喜一定月寿 Somanasa 具喜月具的第四禅星则没有喜欲，这是欲举行或达到目的之欲。两个吃根心得太昏暗的毫无有益的行动。结总结一 pana set up the yuva come on. Face a set up capabasa igasa. CA solasa. Saturday city. Eve. Packing now caviva jita. Have capabasa chase. Say. Is a take I disaturity. Ekasa. See.一困难三退第四排金脑壳，诸星的次序是66、50、11、16、70、20，个别第一至第六杂星所相应。15、66、78、73。69与个别第一至第六杂星所相应。结十之注说明。行总结列出不与各个杂星所相应的星。第二行则是与各个杂星所相应的星的数目。并注意再把两行的数目值。若有涉及出世间心禅那层次的分，其总数即是121；若是不相关总数，则是89。不善心所 accusatus， 卡结十三分析 ，I accuse el supana moho a higher ecom。Enough have that C A titanium catero me K to see Casapus lesson Corona number Sabisupodas
accusar sola pente. 二 la poesa sola bisa hegetas evati. 三 disacad su digita sam peutus. 四 manocad su digita peutus.Doso isa macurian kakap ca supa sam peutisatus. 六 lenin midem pap casus carac pacitus. 七 physici con physici cusa hegetia bahati titanion.一于不善心所当中痴谈无愧调举者名为遍一切不善心心所他们于所有十二不善矣。二贪只出现于八种与贪俱行之心。三邪见只出现于四邪见见相应的心。四慢只出现于四种与邪见不相应。五田吉千吉恶作只出现于两种田。六昏沉与睡眠只出现于五种有形。七以只出现于一相应心。结十三支注读说明：切不善心心所，这四心所出现于一切不善心，因为每一个不善心都涉及某种程度对恶行之危害的盲目及愚痴无谷及潜在的调举。散乱邪见慢这两种心所指出贪跟因都涉及某种程度对五蕴的执着然而这两者呈现相对的本质由此们不能于痛心邪见生起于错误之即不依真实相分析诸法我慢则生起于评估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不如或与别人同等邪见肯定存在于四种与邪见相应的贪跟心慢则不定会存在于四种与邪见不相应的贪心虽然它不会生起于其他心但这些心升起时它一定也跟着升起。田吉千恶作这四种心所只出现于会相应。与田会同意的田肯定出现二心其他三个心所则不定只依据情况而升起。后三者都有厌恶之极对成就又感到不快千不愿缘分想自己的事物恶作则是追悔已造之恶造之善昏沉与睡眠这两种心所令心沉重与软由此他们不能升起于自动或无形心因为那些心敏锐又活跃所以这两个所指于有形的不善心结十四总结 Sabis Cataro la Pumutayola
dos años catorce hacen carrer fe en taza. Seque confique que se hay tenían que taza. Todas acusas y fasan pe urgente apcaja. 便一切不善四三个只在贪根心四于田根心两个只在有行心一向定心有疑十不善心所法以及十二不善相应之法共有五美心 Sopanacetica结束分析 I pensu pena sopane sentorahafa ikunasat I am ikata sika sabsupai ikunasatha sopana stasusam vijay 二 Firtio penatis iloka arasetasusabasapainai akato via la patti loki yesu panaeva kara kusalaf eva kasi sendisent tivisum vizen 三 abmabe openant faudasashu pakumakana fatma pajitasitasi Eva come eva caracusoli susi asa tuka. Come caracuria sita susi a titan as Davis ati, sitas fva hadasi anaha anti. 在 class or hagate supen, at thakuru dita, ma senti titani on kasi fanti.四 Papa Penvaldas Dashubanepeu Come Vacara Sita Susi Eva Sabisupkate Tim Samahajita Locatora Sita C8 Titanium Satellite Sita Susi Agun Gaki Titanium 一与美心所当中首先十九遍一切美心所存在于所有五十九种美心二四心所必定都出现于每一种诸世间心对于世间欲界善心他们则只偶而且的出现八加八的十六三无量心心所执而不定的升起于八种心及第五禅之外的十二广大心八欲界善心以及八种欲界有因为作心然而有些人说悲与随喜与舍俱心四与四十七心相应即十欲界相应心以及所有三十王大欲与出世间心之助不说明三离心所在出世间心与心里肯定有三离心所他们即是八分的正与正业正命但对于世间心他们则只有刻意远离恶行时才会出现由于刻意离恶行时其心造恶的机会必定是轻所以世间离心所只能出现欲界善心而不能出现于原取禅那四相标的广大心也不能出现于没有远离众的欲界果报心他们也不会升起于汉的大为作心
因为阿罗汉已完全了造恶的倾向，所以没有远离造恶的需要。对于诸出世间心，三离心所必定 Niyata， 在道心里他们是八圣道分的其中三道分，各自执行断除造与恶行、生恶行及命的作用。在果心里腾出现未到完成其作用之后的清净与业命，由与行恶身行及邪命各不同的范围，所以间第三离心所是不能共存的。若其中一存在，另两个必定不存在。再者，离心所依照所恶行类而升起，若所遇到的是杀生的机会，那么所升起的正业只属于远离杀生到的时候偷盗的机会，那么所升起的正业只属于远离偷盗。然而在出世心里所有三离心所必定同时出现，而且每一者都完全的 Sabatha 执行任务，即正与断除一切造行的倾向，正业断除一切造生的倾向，正命断除一切实行邪命的倾向。无量所以能各自成为此与舍无量小无田与者性所存在于一切美心，反之悲与喜心所则只在相符的情况之下才会生起心所在悲悯苦难的众生时生起，随喜心所在随喜他人的成就时起。在此所提到的广大心是善果报与为的首四禅心，这两个无量心所以及此无量心所不能升起于第五禅心，在差的层次他们必须与月寿相应，而在第五禅里月寿已被舍寿替代了。有些师不这两个心所能存在于欲舍俱心，但作者用了然而有些人说此形容词显他并不认同那些的看法。会的性质依他在什么心理身体而有所不，无论如何除了不相应的欲界，一切的美心都有某种程的正解。第十六总结 Officer T. Dhamma Jayang E. Kunas S.I.S. Also The Sintas Lathavis Ashiyam Fan Pabakal Sita Santakuta Lathavid S.P.I. Auta K. Dot Evam so penis evasna。 一十九美法生于五首，三于十六心，余念八种。当智慧心所生于四十七，如是依四法，只生于美。节十七，定与不定复随法 98 Happanda Isa MACC Hira Kukuksa Ferti Karunadeo Nasi Manosi Adana Midam Taha Thivata Nusarina Sesa Teojano San FCA Pakhamitis and Benny Rahan
即谦，恶作离，卑等，即随喜，即偶尔而且个别的升起，配成一对的昏沉绵亦如此。除了上述十一心所之外，其余的心所都应附随法，我今当说他们的组合。结十七柱多名，在五十二心所当中，有十一个被称为不随法 ，anyutaeog， 因为他们并不一定会生能与他们相的心。其余四十一种心所则被称为定附随 ，nyutaeog， 因为他们肯定升起于能与他相应的。在随后诸劫，阿耨娄陀尊者将会依据的心所组合分析一百念一心。此分析法为舍利 Sanghaṇaya。心所舍利 Ketasaka Sanghaṇaya。加序文 ChatTimsAnatar Dhamma Apkatim Samahajit Tim Sapilanti Kalmafakaris Open Satifice AT Apabernus Ahatuk Titanium CA Yosasem Havijina Papatas Sasengaho三十六心所于出世间心于广中共有三十五，三十八心所于欲界美心于不善心中共十七，于无因心中则有一十二。一生起方式组合共五种，出世间心 Lateras Saturni。 节十九分析 Cas I Lokasut Tava Asasutam Chenisit Abbas Samakaris Akatasika Apamabajita Tavadis Sopana Katasika Ca Titanatims Sadamas and Hamga County。 二 Tasa Duty Uchenika Sitasufaya。 三 Tata Uchenika Sitasufaya Kakaravahya。四 K to fetch and K sit to survive fig Kara Pity Faja V Pap Kamach and A sit to supply Pass or Hagadati Eva Song Guy Hunty Tiny on Sab as a pious as a low utter acid cake.China face not pap could hobby ace ho ti titanion 如一，首先在八众出世间谈心里有三六种心前来聚合，即十三通戒心所和二十三美心所，两个无量心所除外。二，同样的，在出世间第二禅心里的心所都包括在内，除去寻三十五。三，在出世间第三禅心里则去寻与四三十四。四，在出世间第四禅心里
则除去旬，自与息。33。五在出世间第五禅心里，则与前者一样，但是是舍俱，舍受待悦受。33。至于八种出世间心，依五禅而有五种则。结19之注读说明：出世间心，关于出世间禅，见第一章《耶萨至萨尔》。两个量心所住外，悲与喜无量心所不于出世间心，因为他们必须愿取有情念为目标，而道心与果心则愿执念为目标。于第二相至第五相去所应之于不同层次的出世间禅那，是由于去除粗显禅之所致。节20总结。个别有36、35、34以及两者33。如是于出世间有五类：大心 majjhita cittani， 结念一分析 majjhita supana atis supatamachanika sittasatapha abhisamamatrasakata sikavaritaita avajjhitadva visai so sittas sikasa titani ampapka timsa dhamma sanaham gakanti。Karun mudita pen axcomivojitaba 二 tadutiyuchanike sitasuvitbahya 三 tatayuchanike sitasuvitakafahya K to fetch hand a case it to survive a fake painting fetcha fee pap comatch hand a case it session apamabe on a lap handy titanium sub as I said advice a time a had acidThe soup cake china, face nap up could have a sang ho ho ti titanion. 一，对于广大心，首先在三种出禅心里，有35种心所前来聚合，即13通一切心所合念，二美心所，三离心所。然而悲与随喜应个别组合。二，同样的，对二禅心，上述的心所都括在内，除去旬。33。对于三禅心，则除去旬与四。34。对于第四禅心，则除去旬。自与喜。32。五对于15种第五经，则没有无量经所。30。如是于所有七种大心，依五禅而有五种组合。结念一之读说明：总出禅心，即是善。果报与为作，
三离心所除外，三离所不能存在于广大心，亦在禅那中，禅修者能刻意远造恶，非随喜应个别组合，非缘举遭受苦难的眉目刀，喜则愿取获成就或快乐的众生为目标，悲显现为悲悯，喜则显现为随喜。如此，基于他们愿取不同标，且显现的方式相异，这两者不能同时出现于同一心。他们可以个别相应，但也能够两者都不与心相应。结念二总结。Patim sa k tu tim tatim sa si a yu fa kumo. Ba sa si, e fa tim sa ti pap kut ha vi en ma hate.个别有三十五、三十四、三三、十二、三十，与广大心有五种组合。欲界美行 ，Kame Kara So Panasatani， 结念三七 ，I Kame Kara。So pan supanakus sutava potamay abusamakara sake to see kapav kavasati so pan to see kasi a teni amathatim sadama sanaham gandhi. Apam abavirati yo pan, asapav kapai paskomitaba.二 ，Tatha duti yidve banava jita。三 ，Tatha yidve banasam payuta kitiva jita。四 ，A tu fadve banupitiva jita ti eva sky hunti。Kirisita supai virativa jita dosiva ka.This I do sukata da fi a sawi hung ti. Tatha vipake su si a apunaba verity itati. Ee fa song kai hung ti tatanion. Sav adhikatu ufis ati kami fakara sopun nasitis face.Not for that sort of VA sang a whole ho ti tani on. 一，于欲界美心，首先于善心，第一善心有三十种心所前来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合念五美心所，而两个无量心所与一个。心所应个别组合。二，于第二对善心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心所，除了智三十七。三，于相应的第三对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除了喜三十七。于第四对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除了智与喜三十六。对于对为作心上的心所，亦以类似的方式也与他们组合，除了离心所。三十五年三月四年三月四年三月三，同样的。对于四对果报心上述心所，亦以类似的方式个别与他们组合，成心所与离心所。三十年三月
月二年三月二年三月一。如是于念四心，以成对的方式，共有十二种组合。结念三支诸多名对，在这篇所说的成对是组成一的有形与无形心，由于他们的心所组合并差异，所以把他们作为一起分析。三个离心所应组合，由于各个离心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即言语、身形、职业，所以在每一心最多只能有其中一个在智所刻意远离的恶行而定。由于离心所在刻意远离恶行时才会升起，所以他们并不一定会出现于这类心。除了喜，第三语字对心是舍受俱因，除去了尘与月受 somanasa 的升起的喜 pt 为经，为作美心只出现于阿罗汉心中，心没有离心所，因为阿罗汉已断除了一些烦恼，所以不需要刻意的远离恶行。果报心，果报心没有无量心所，因为心只取欲界法为目标，而无量心所取有情的概念为目标。离亦不包括在内，因为欲界果报心会可以远离恶行。结念四总结 ASASAN2TIMSAKOMSAPHIPAPKTIMSAKK2TIMSAFAMPATIMSAKONGBY PATIMSAPAKBATIMSADBAEAK team saw call beef. Sahiba may era papa, papa, cry um. 对于界有果报，为作心升起于对善心的有三十八种心所，三十七两次二与三对，以及三十余对。对于为作心与对三十五于第二与第三对两四三四，以及于第四对三十三。对于果报心于第一对三十三于第二与第三对两次三十二，以及于四对三十一。结念五美心之间的差别。An agent at Safarti Cryosociate. An apun abacom opaque fam tatha. An akar yhan adapun abacm mahuhi. Fur an aptca parithasuvisaka.于此见于为作或大心无量不见诸世间心，这对离与无所亦不见于欲果报心，于无上及出世间诸禅之事分别的基础中间，即广大心无量与知识别的基础，而于有限及欲界美心至与喜事分别的基础。结念五支注读说明。阿毗达义广补充，对于
有限，或欲界心悲与喜无量心所也是分别的基础，因为他们分别以有无量心所的善合为作心，以及肯定没有无量心所的果心。不善心 accusaterni 皆有七 I accusasupanalopmusutapa 善美 asankarikabasamamakarisaketika xalas corona katarosi ateni omstere is a lop hadith he sought her me kun visiti demasam gauti二 tos eva duti esn karik lop ha 三 tatai etos eva piti fagita lop hadi saaris 四 ketus tos eva lop hamenon于不善心，首先贪根的第一个无形九法前来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加四遍一切不善心心所，则有一十九，在与行则成一十九。二贪根的第二个无形心意识一数十心所，再加贪与慢。三同样的贪根的第三个无形心有十八有贪有邪见但无喜。四贪根的第三无心意有十八法有贪与慢。A sun payut askari also is a makari and kuka kaitai Tani om katu isot hung pithajitati ee eva visiti dhamma sai hung Is makariya kuka kani pen apax gomi fovani 六 Sasan Karakal Papcake Pai Eva Na Mitna Vice Set for Yojitaba 五于第五个无形心及与会相应之有二十法前来聚合，即上述十七除了喜但再加上甜及坚法。然而于此的田即千恶作也组合六五种有行星亦各自有上述相同的组合差别，只在于再加上昏沉语言十一年二月一二月零年二月零年二月二千的 PT Fajita Pena Amma Nike Dasala Sadhorona Kajaro Ca Titanium Pelsa Adakus Haygates Ugenti 八 Fisikikus Haytasi A Atai Havarata Vichy Kitch So Haygit Tos Eva Penora Damas Semupat Lapanti Titan Sabatha Pite Fondas Accusalasita Paytis Ax Yomana Pite on the Navis Nasatit Hafi A Sanahita Bavati Titanion 七调举相应心中有十五法，即除了欲之外一通一切心所，以及四遍切不善心心所。
八与相应心中已有相应的十五法，但无甚解而有疑。如是于十二欲界不善心，依不同的法，总共有七种组合。别念六支注读说明：贪根的第一和第三无形心必定与喜相应，由于后者是舍具，所以无喜。第二、第四无形心可能会与慢相应，不一定。于是当慢不存在时，它各自有十八及十七心所。田会相应心，这种心包含了十二一切心所、四遍一切不善心心所，以及另外四组的心所、田、及千与恶作，这不能共存，且可能都不出现于此心。调举相应，两个是跟心里没有，因为他们能有目的的行动，在一相应心里已替代了圣解，这两者是不共存的。结念七总结 ：Avis, atherosophis, ecclesophicity, bisopanores titanium satet, accusaltita.Saturona ca caterosum ca dasar ca este pavacantis abusale e original 十八二十念二二十念二十五如是不善组合有七种故说有十四心所必定与一切不善应即自变一切不善心心所合时通一切心所无因心 A had to consider me 见八分别 had to Chupana has an asset and theEva jita abhisamma vodasa dhamma sanam ga kanti 二 asam vatsapancha piti vajita 三 sukhasan kiranchan fiery vajita 四 mandatutika A hatu kapatis and gocha piti fireya vajita fi pap kvi bampaki kava jita ti yava sambai hanti titanion asa pi atharis asu a hatu ksudona vesna kda sa Then go ho ho titanion. 一对于无因心，首先身教心有十二通一界心所前来聚合，除了欲。二，他们也出现确定心，一门转向心，除了与喜。七加四等于十一。三几句推度心包含了所有通一心所欲与精进七加四等十一四三一界心和一对无因结身心两个度心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了欲喜与精进七加三等于五五十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杂心
所。七，如是于十八心。一，附随法的数目分别总共有四种组合。结涅八之毒说明。觉心 Vatthapanna， 此心即是一样心。在五门心路过程里，它的作用是决定目标，去推度心，这是一种善果报心，缘和喜所愿为目标，包含是因为它与月受相应。此心和随后提及的心都没有定心，因为这些无因心软弱且被动。三意戒心 Manogatika， 这是五门将心 Papkavarahana 与两种受心 Sampatichana 的总称。一无因结身心 Patisanti， 这是个舍推度心。在第三章结九会结他们作为结身的作用。结九总结 The first aka Sadasata Aca Titanium Kato Atheras Ahak Chusita Padasusagaho Ahatu Chusabatha Sata Sasa Yathura I think that are a tall fertile tatting civic pass and cohort. 十二十一十七至十八无因心的组合有四种。所有的无因心都有七变业心心所。七即杂心所。则依种类而定。一三十三种方式解说心与心所的组合。结三十结论。It five lieutenant san pay a gap see in a hand. But by them you say e organ sitting as a mom or dice.即随心所知相应与组合，且一门与心结合，解说他们的类别。结三十之注读说明，不随心所知相应，这是指每一种心所能与不同种类的心相应。关于这点的说明，见至十七。附随心所知组合，这是指依照所包含和去分析诸心。关于这点的说明，见结八至念九。他们与核心结合，解说他们的类别的鼓励。学佛者依心所与核心去归类诸心所，例如。七遍一切心心所属于一切之九有，因为他们升起于一切心。寻属于五十五心，因为他们升起于五十五中。依他们所属的心诸心，又可以采用戒、本性、相应等等的方式分。It appears and K and God have I pay gone on my duty or parakindle. RP 概要里名为心所知概要的章至此完毕。